中国的这些大富豪们呢，哇，现在恐怕是不死也半条命了哦。现在中国的还是房市的龙头业者，哎，竟然已经惨到要下市了，而且连上海的房产呢都要跳楼大拍卖了。结果这个时候呢，中国官员不赶快想办法，竟然还耍官威，所以就请到这个伟航了。是，难怪这个中国网友又大炸锅了。好，那这个中国到底有没有钱？钱在谁的手中啊？这个中国百姓现在越来越关切了。我们先来看。刚刚提到了这一个阳光城集团，这是所谓米系啊，就是福建这边出来的一个地产界，它曾经一度是全球五百大，哦，一度全球五百大，炒房炒爆了，炒到2021年突然出事了，大家发现说，哎，它的债务好像有点多啊，很快的随着地产的萎缩啦，资金的这个流出流入问题，你可以看到。总资产写了3000亿，3000亿耶，不过债有2700亿啊，这个稍微加减一下，你说还有个300亿啊，开什么玩笑嘛？可是即一年内要到期的债务有600亿啊，这糟糕啦，好麻烦了，这个会爆掉啊。好，那他虽然在2020杀入500强，不过呢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啊，股价低于1元。哎，从全球五百强到现在，股价剩1块，不到1块啊！不管是你是日线、周线、月线、年线，全部都已经爆掉了，太惨了。好，那20天都在1块以下，它要下市哦。可是它现在有13万的这个，甚至到14万，近14万的股户啦，就持股人啊，可能开很多户。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这个局要不要救？怎么救？啊，怎么救起来？哎，这是房市的龙头期，对，龙头都垮了，其他怎么办？这个就是指标意嘛。那当然，台湾也会讲过，地产是什么这个火车头，经济火车头啦。它其实背后啊，你要想的说，哦，不是说哦，房子就放在那边烂了就算了嘛。哎，谁借他钱的？那个要还的。对，现在这个才是真正问题，一大堆钱卡在那里嘛，一大堆人买他的股票，现在变壁纸了，怎么办？社会会躁动不安啊，百姓都没钱了，我现在追求一个希望去买你这家股票，哎，结果这个公司，哎，一下子一瞬间发现他监管有问题要挂了。好，同样的一样引起争议是广东温婉，他有一个镇，有一个镇里面的干部的薪资表，哎，被人家上传了，本薪加津贴，年薪是23万人民币。嗯，你又说算掐指一算，哎，100万台币，哎，感觉不错啊。哦，他是基本工资、补贴、津贴、绩效，平均呢，哎，月薪是2万人民币，都到8万多了，8万多台了啊。好，可是重点是在台湾看起来说，哦，这算不错了，但是有必要拉出来讲吗？可是重点是他们一线城市的人均远远不及2万啊！当然他们会强调，哦，这个镇是全国前20的20强，经济前20强。可是马上就有网友出来说，哎，习近平也才1万多。啊，这个这些家伙领那2万啊，当然习近平领那1万啊，是真的是骗人的，这个是一个做一个门面工程啊。可是这个时候就是把门面拿出来嘴炮嘛，那是一定要。国家主席都领1万了，你这些家伙领了2万呢？你不过是个基层社区干部，你领到2万人民币啊？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基层。你干了什么事啊？平常欺压我们？这个有点类似像我们区公所的等级啊。你要想，我们今天区公所说话，平均月薪10万，大陆在台湾就领很欧了，你就不要讲到在中国了。那是。所以他说。啊，那我们的收入被平均吗？对啊，那一定的。就是透过他们，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平均收入是这个数字，跟我有落差嘛？好，那当然了，实际上中国的官真的很威啦哈。在网络上又传出一个影片，他一开始影片的片段传出说，哎，大家这边等红绿灯吗？连救护车都在等红绿灯吗？后来在赫然发现有几台黑头车过去啦。连救护车救命都要让黑头车先过，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号志全部都被控管，所以就是标准的所谓的高官出行的这个交通移控啊，为了交通移控，连救护车都不能过，连救护车红绿都没有，所以对百姓的解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命不如官命嘛，那是一定啊。也不是官命，他只是经过而已，他只是经过，百姓的命比不上官的方便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个了，这个云锦东方云组，这是一个豪宅系列豪宅啊，那个豪宅三手房啊，他用一个降价的手段买到可以现赚接近1亿台币。
哦，就戳到的话，不得了了，他就是有一个申购资格，然后他有点像摸彩一样去抽，因为其实就是行销手法嘛，为了符合申购资格，爆发现场配婚黄牛，配婚黄牛，赶快去凑出一对夫妻来，就是去尝试去抽这个。为什么你抽到就现赚了嘛？哎，这上海的豪宅耶。对，他说哈，结婚证啊都还是热的，还没干透了，就刚刚办的结婚就是为了要抽，可是。这个活动真的搞得太过夸张了，导致上面就说你这个已经败坏社会风气了。嗯，大人那边随便乱结婚，中国还知道败坏社会风气六个字啊？因为中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他们结婚其实蛮麻烦的。哦，为了这件事情，其实有点类似我们的那个之前鲑鱼之乱的那种感觉啦。可是我们只是吃个寿司啊，他们是要买房子，很明显有炒作之嫌。中国官方都觉得说不行。这个还是回归正常的交易，正常的市场机制，必要控制，所以他后来啊就这个取消了这一个活动啊，暂时的啊这个压下来。但是啊，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这类型光怪陆离的行销现象，我认为之后只会更多。当然，上面有贼，下面百姓啊，好的一些行径啊，开始越来越莫名其妙。在江西啊，有一个监视器就拍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画面。在这个画面里面呢，就看到一位长者，这位长者呢，他就头戴了一个黑色的塑胶袋。哎呦，先提醒大家，这很危险，千万不要干、啊。哎，千万不要这样子。啊、可是呢，他一开始戴上去之后看不到前面的路了，他就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后来发现，哎，真的会挡到视线，就稍微把这个黑色塑胶拿起来。他到底要干嘛、啊？他到底要干嘛、啊？他走到这个超商危险 啊，走到超商杂货店外面啊，就偷偷摸走了人家的一包米啊。那所有的就是看到这。以下的人他都想说、欸、奇怪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觉得带了一个这个塑胶袋他就变隐形了，我看不到就表示我隐形了吗？是你看不到外面，不是外面看不到你 啊， 是啊、哦、但他也可能是说我带上个塑胶袋，哎、欸，我就像蒙面人一样我就变神偷了、哦、太好笑了。这位太太，你还有穿衣服，人家认得出你穿的这一套衣服，好不好？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当然你要讲说这其实是社会上的一个笑话，社会上的一个悲剧。但是也有这个表演艺术人员认为啊，哈，这个实际上中国人不能失去检讨的意识。所以有这个耳光乐队最近在网络上爆红，他到。我们讨论的之时啊，其实中国官方还是在要进不进的边缘。他写了一首歌叫《红孩儿十八影》，他当然讲红孩儿大战孙悟空作为一个开头，但是他在里面呢放进了非常多具有争议的台词。啊，比如说下楼做核酸啦、啊。红马操作的人就是你要抗议，我就把你变红马，让你动弹不得。啊，这个就富士康郑州厂的部分了，就讲郑州厂被强制回去了。啊。好，这个当然就是后面就是讲利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世界杯的事件来反讽中国啊，中国到最后你容不下铁链女，容不下各种抗议，也遗忘了整个疫情时间段所碰到的困境，难道就这样只要恢复了社会正常运作，大家就忘记过去所犯的过错吗？这些事情难道不需要拿出来重新一一检讨？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应该怎么改进？应该怎么提升？实际上没有办法，所以艺术家只能借由唱歌、歌唱的形式、歌曲的形式来传递自己的理念。但是同样的，我们相信这首歌应该很快会被禁了，因为它真的提到太多的事件了。不过在里面提醒中国人啊。又有点要接近六月的某一天了、啊，你们再怎么闪啊，还是没有办法闪得过的。